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nnie， 还有我的水豚小爱。我发现宿舍附近有一个免费的展望台，所以今天想要带大家去看。可是因为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，所以呢，我要走快一点。展望台是在咖啡色的大楼上面这里，不过这里的小路我不知道会不会通，所以我还是走到车站前面再走过去。还有七分钟的路过马路，看到那个咖啡色的那里上面就是了。然后现在已经天色渐晚，我要再走快一点。到这个路口之后过马路，然后穿过这里呢，对，要走下去。如果你们是直接从车站的话，就是走到后站那边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要去24楼的话，要坐 A 的这个电梯才会到。沿着地上这些指标啊，还有写高层阶的，就可以到达可以去24楼的电梯。现在就准备去24楼喽。这边啊，同时还有饭店的入口跟其他的餐厅。我们终于要从空中看山形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觉得那当下一看到山形，想到这是未来一年我们要在这里生活的地方啊，我觉得那种心里面的感动是很难去平复它的。之后就在这里一直录影啊、摄影啊，待到晚上。现在缩时的这个角度是可以看到我在山形去的超市、走的街道的。所以把我平常生活的山形的面貌分享给大家咯。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会在山形交换，也会去不同的地方旅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，或是想看更多日本的生活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 Bonnie， 还有我的水豚小爱，按中间那里订阅，还有两部关于日本的影片推荐给大家咯。还没看过的要记得点进去看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